过完年的上班第一天，通常都有开工红包，不知道这次亚米妈妈有没有帮我们准备？看玲玲安娜的红包最少有600块，那开工红包应该比600块还要多吧？啊，502块，换我。还有1000、1000、1000。155块。那换婆啦喽！我岂不是？现在没有，还有很多哎。你说他抽2000，现在才抽掉600。哦，344块。所以最后一包是摄影大哥的。不会吧？快跳！这一次抢到多少钱呢？抢到999块！耶、yeah! ！这次就我领的最少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就先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继续拍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铛。那次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